我进，我进，我怎么进不去？小雪，你看门上是什么？门上有一个香蕉，一个葡萄，一个西瓜，还有一个水果，我不认识，不知道是什么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小雪，这是魔法门，你只有变成门上的水果，你才能进去。啊，我知道了，那我变成西瓜，进西瓜门吧。我变，这样我可以进去了吧？我进。大宝，是这里吗？没错，就是这里。小雪姐姐肯定已经进去了。那我们也快进去。我进，我怎么进不去呀？怎么会呢？让我来试试。我进。奇怪，我也进不去。大宝熊妹，只有变成门上的水果，你们才能进去哦。你是谁？别管我是谁，我是来帮助你们的。好的，我们知道了。大宝，我变成葡萄，你变成香蕉吧。好，我变。熊妹，我先进去了，拜拜。我进。我也变。我进。孩子们，你们等等老师呀。孩子们呢？眼镜老师，孩子们已经进到门里了，你也快进去吧。好，这个我认识，这是牛油果，我就变成牛油果吧。我变。哎呀，忘了我没有魔法，怎么变成牛油果？你可以去找黑暗家族和凯琳家族帮助。对呀，谢谢你啊。黑魔王，快把我变成牛油果吧。老师，你要干嘛？我现在正饿呢，我不变。你变不变？你不变，我下次就给你打零分啊。好了，我给你变还不行吗？魔法变。太好了，谢谢你黑魔王。我进去找孩子们了。我进。他们进去搞什么鬼？我也进去看看。黑魔王，你不能进。你是谁呀？我怎么不能进？我偏要进去。变。我进。糟了，黑魔王一进去就扰乱我的计划了，我不能让他捣乱。我进。哎呀，西瓜、小雪、葡萄、熊妹、香蕉、大宝，你们怎么不等我就进来了呀？老师，你来干嘛呀？你难道也是来领精灵翅膀的？是啊，神秘人也跟我说了。你们密谋什么呢？快说。黑魔王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黑魔王，你出去。小精灵，哈，我知道了，那个神秘人就是你吧。是啊，就是我。我这么精心设计，就是不想被别人发现，没想到你竟然发现了。小雪、熊妹、大宝、眼镜老师，给你们，这是我要给你们的精灵翅膀啊。太好了，是我们需要的精灵翅膀。什么精灵翅膀？怪不得你不让我们知道。小精灵，你为什么要给他们？我也要。既然你已经发现了，就也给你一对翅膀吧。这一下我真的没有了。知道了，谢谢你，小精灵。小精灵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那就好，点赞关注我们，我们下次再见了。